没事，做西猫，西猫会长寿。大家好，我是巴豆瑶首席工读生豆仔。今天我们要来跟猫猫玩游戏，玩什么游戏呢？等一下呢，我会准备胶带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门贴上胶带，一样是测试智商哦。看他们有没有看到这条胶带，然后呢，看我们可以贴到多高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游戏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吧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请大家先帮忙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首先，这是我们的今天的主角，我们来贴第一条。第一条贴完，感觉超弱的，大家看得到吗？有胶带，打开喽！第一只，他们全部都在闻，出来啊！赶快出来！哇，没好，也有发现，顺利通过，再来哇，这个该不会是练武奇才吧？灵美好，直接给我用咬的，有两只不知道怎么通过。豆豆，豆豆，已经通过了，过来这里，过来。还有两只不知道如何通过。嗨，你挡住我的镜头了，阿奇。接过，接过。我要看一下。哎呦，根本就是哦。灵美好，顺利通过。好啊。第一条直接被破坏，被我们家灵霸道破坏。决定要直接请出我的道具，让他进去。准备第二关喽！第二关两条，这一条，那一条，好，我们要开门喽！噔！哦，顺利顺利！豆豆，不用舔的啦。通过通过，赶快出来！第三只顺利通过，再来剩下我们家灵美好，美好，呜、哦！第二关全员通过，啊！那现在我要加了第三条了，我们进入第三关。第三条在这里，这边来吧，孩子们。哦，第三关看起来有点难度了。哦，灵霸道又是率先通过的。阿西来，哦，太棒了，阿西。没好，没好，不要来，这边，这边。他直接从中间。你好，我收进那里。来，这样。他知道那里有东西，可是他不知道怎么过来。这边，你好。哦，很好。我觉得我等一下要把这个缝隙啊调小一点。我觉得这缝隙对它对眉毛来说的太简单了。哎，这个道具。那我们就准备进入第四关。那出来吧，孩子。现在缝隙比较小了，没那么容易了吧？但他们都已经知道这边有胶带了。
穿，哇塞，哇塞，呜，眉毛，眉毛，这里，眉毛，眉毛，哦，又一只，再来只剩下最后一只，眉毛，你似乎已经呈现放弃状态了，眉毛，眉毛。已经有人阵亡，已经有人阵亡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妹妹，你好，你好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出来吗？你放弃了是不是？第四关，我们的美好已经放弃了。他是不知道忘记他会跳，还是他懒得跳？我也不知道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就准备进入第五关。去吧，准备进入第五关。第五关，我们来看谁会过关。咻，哇，越来越高了。过来吧，孩子们。哇，哇，哇，被黏住了，被黏住。好，我救你，我救。直接救了子格他们。失败，失败，跳跃力失败。来吧，看你们了。眉毛好像很聪明，他都知道他钻得过去、啊，直接开始破坏，不想跳。等等等等，不要跳跳，用跳的用跳的，跳出来跳出来，豆豆豆豆豆豆，你可以的，豆豆豆豆，放弃了豆豆，他知道可以用咬的之后就再也不跳了。这对灵媒狼来说太简单了，出来！哦，苏瑶，美好，要剩你了，美好，你好，美好，要穿它。这样完，再用出来。美好，美好。好，我们的美好还是要出来。第五关呢，其实他们就已经跳不太动了。我们等一下最后第六关试试看。条线，哎，眉毛又是直接钻出来的，看来哥哥们也想要效仿他，这哥哥们太胖了，用跳的，用跳的，豆豆你可以的，豆豆，啊，全部，妹妹我们跳一圈吧，妹妹，你可以吗？好吧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测验。你们喜欢这样子的影片吗？喜欢这样子跟猫猫互动的影片吗？如果喜欢，请在底下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加订阅，之后我就会拍出更多跟猫猫互动的影片。今天到第六关了、啊，他们就不想玩了，其实就觉得已经太长了，太长了这个游戏。那他们对于呢我手上的这个逗猫棒比较有兴趣一点。那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哦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拜拜，大家说拜拜。
好。